你都分别在洗面器调戏一下他，嘿嘿。东北，哟，来啦！老沈，豆腐妹真的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子，很少这种女孩子。谢谢啊、哦。拍完了吗？拍完了。跪下！炸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家的门前有一头小河，河流悠悠，这是谁？不吃了，吃吃了，吃来吃下小电锅。今天刮台风，无意间发现我的沙雕同事。我们来试一下网上最火的撩汉大法。嗯。当世界的人都高度近视，走路时，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吃饭时。哦，你吃到了吗？吃了点儿啊。上厕所时，哎，这地方咋这么得劲儿呢？怎么这特殊的？捉着我了！造孽！你说可怜世间万物，没有四块骨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天气多不言语，还是醒来还要你喝醉。姐，我能把这颗鸡蛋投到这个碗里吗？姐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没事，我们家人都没事。我去！有一个垃圾桶，有一些干的。咋了？哇！给我！Nice.
天看到一个视频，然后来讲可能姓名超三速度把裤子脱一下啊，这不好了，没看见我在忙吗？脱炸啊！不要你脱的是罐子，把我的干什么？谁把你脱进来？你吃个龅牙嘎嘎乐，一到晚上你趴被窝子辗转反侧，换头像发朋友圈，这是为何？孤独寂寞，人间不知足啊！如何让你的闺蜜瞬间嫌弃你？